哎，又干嘛呀？你没事吧？你又想去做什么呀？建哥说那边好多蚬子，我想去捞。蚬子那么好捞的吗？咱家围栏都不牢固了，你就叫阿雅过来一起帮忙弄一下。哦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只鸭便宜吗？你要不要？不要。哎，60。你这鸭哪来的？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哎，这是腿摔断了，我爸最近身体不好，让我便宜到市场去卖了。哎，坤叔前几个月不是身体不好吗？啊，不，你拿去给他补补。那行吧，你多少钱？你称一下，我给你。哎，不用称啊，60卖你。等一下啊。嗯哎，平时挺多的，现在都哪去了？哇！哎，嫂子，刚好来找你呢。啊，怎么啦？我哥让我们一起去把篱笆修一下。哎，你哪来的鸭子啊？哦，正一说这只鸭摔断了一条腿，他爸让他拿来市场上卖60，我就想着刚好买来给你哥补补。嫂子，你真有心，我们回去吧。走。开饭了，开饭了。哎，我鸭怎么少了一只啊？哔哔哔哔！哇，天气热了，原来都躲沙里去了。哔哔哔哔哔！你小时候怎么这样呢？抓我鸭连招呼都不打一声。这真的是你的鸭吗？我家鸭毛扒光了我都认识。对啊，是这样的，银嫂，我嫂子在路边看到这只鸭腿断了，就给捡回来了。既然这只鸭子是你的，它腿断了你也不好养，就卖给我们吧。真这样啊？都是同村的，骗你干嘛呀？那这样吧，我这鸭也是吃谷子的，怎么着也得200。行，我转给你。这还差不多。小叔，你怎么不跟他说实话？哎呀，这么说对你也不好。好啦，你先把这只鸭杀了，我去找曾玉算账去。哇，这雨怎么说来就来？快跑，快跑！今日收获还不错。干嘛呢？咋咋呼呼的？老实说，你今天给阿雅的鸭哪来的？我家的呀，我爸让我卖的。还不承认是吧？人家都找上门来了。也行，视频我都拷下来，来，跟我去当个炒个说法。别呀，姑，哎呀，别呀，姑姑。谁让你姑啊？八竿子打不着。我给你钱的。行，阿雅付了60，我赔了200，一共260。行吧，放一马。哎，好像哪里不对呀。哎，哟，今晚这鸭子呢？阿坤，我闯祸了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今天跟正义买了一只鸭，结果银嫂就找上门来说这鸭是他的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我找小叔去了。没事啊，我搞定了。小叔，你怎么办到的？哎呀，我饿了，先生我做饭吧。哇哥，你今天还去河里捡蚬子啊？交给我，你们今晚有口福了。看起来不错哎，那必须的。嗯，好吃。哦，对了，嫂子，这60给你，我的200也回来了。哎，等等，不对呀，怎么不对啦？你的200要回来了，我的60也要回来了，那这鸭却还在我们这。没错啊，我赔的钱我要回来了，
这只鸭是我花钱买的呀，我又没赚到钱。对对对，是公道赚了。你笑什么呀？没什么。你们到底在笑什么呀？这只鸭真的是我买的，不是吗？